说来帮助地球的好多这样的人。也有，也真的有外星，但是没用的，也真的是不是那样的，不要那样修，就是说，我不是有的人还真是，但是不要那样跟着那样修。就像当年印度的释迦牟尼佛，佛教兴起的时候有96种外道啊，那么多外道也不是都有神通的。当时其他外道神通，但释迦牟尼佛辟谣弟子那样去，就没意义嘛，浪费时间，不要那样想，不要取巧，不要想不付出任何努力就想成功，不要取巧。还不如安安静静的每天就是自己静下心来，去静坐，然后呢，破相，然后再把所有的内外相不着相这样子修，还是正确。修行最快的是什么？也就是，其实你学了佛的知见了嘛，就是很多人其实他进步不了，是因为，你看吧，他头脑里面相信了佛说，就是大家都是善男人善女人嘛。佛说的芥蒂很相信，但是呢，其实在做事的时候，那个思维角度一点也没改，这样呢，他形成个错位，就是他头脑里边是佛的芥蒂，他认为佛说的对，然后呢，做事的时候是人类的思维角度，就这样子错位，始终修行没有进步，就始终觉得自己好像没法成佛法受益，就是你稍微改一下自己的思维角度，一下子就是。真的打坐入定啊，包括你修耳根圆通，马上就那能量就过来，马上你坐在那儿你就上太阳了，你上月球了，这因为你破了月，你比如说你破了光明跟黑暗的相，破了热跟冷的相，你这坐在太阳里边能打坐，其实太阳的发光发热能量说是多高温度，那是人类的认知，知道吧？那其他道就是不认为太阳是热的。你还有上月球上太阳，你在哪都能打，都是就是，他有比如说我们金刚经，你相信一切如梦幻泡影是吧？佛说观这个世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应作如是观，如漏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这不是修正方法，让你这样观这个世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如漏亦如电嘛，就是说一切无常，很快就迅速的就结束了，你不要较真了，在这个世界不要执着，因为一生很短，一下子就没了嘛，如漏亦如电嘛，因为都佛也看我们的一百年弹指一瞬间嘛，但是我们都相信佛说的是对的啊，但是因为我们很相信佛说嘛，那么你的思维角度你就慢慢对，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一切无常啊。这个世界是梦幻泡影啊，就是你会相信这一点，所以你会慢慢厌世。但是你佛是让你这样观，但是你做事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会夜里的时候觉得自己没功夫夜市，因为如梦幻泡影，你还怎么有激情是吧？你方向目标激情慢慢就没了，但是你做事的时候，你真的把它观成梦幻泡影了吗？你不是说把它观成个水泡，不是把这个变，是当你贪婪的时候，当你看到那个雾起的时候。就是对欲望啊，对情感，对很多东西，当你较真的时候，执着的那一刹那，你是否觉得，哦，它是个梦幻泡影，我能停下来？你哪怕停下一会儿，你就受益了。还有人，这是最快的修法，破相嘛，最快的，真的，你马上你就入定了。就是你做事的时候，你完全还是人力的，就是我们是人力的角度，还有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角度，就是习气。较真啊，就是一定要，比如说争个道理啊，应该是什么样，不应该是什么样啊，或者是还有贪嗔痴慢疑，对物欲啊、情感那种贪婪啊，或者占有啊、控制啊、征服啊那种自我啊、自私啊那些东西，你稍微那一刻，当你说哎，这就是梦幻泡影的，那停下来，是吧？停下，你停下来，你试试。你说哦，佛说你真的相信，你就转变这个角度，你坐在那儿静坐，然后把这个角度转了，一会儿你就入定了。你就是转不了那个角度，转不了做事的角度，人力的见闻觉知。但是你又相信佛说，你要不相信佛说还好一点，你相信佛说，然后等于是这儿头脑这儿是佛的直接，相信佛说，生理的欲望习气全是人力的。然后形成一个错位，这个时候你真的更痛苦，我告诉你们，活得更难。
活成断层，人做不了，佛也成不了，在中间夹着，又看你真的是佛，这一切人梦幻泡影，把三维否定了，然后新的你没出来，圆觉没出来，四维五维六维看不见，你说怎么活？转变认知破相，金刚经就是让你修修的，就是破相嘛，那是很重要的佛的最重要的智慧，般若智慧。你破了相还去个月，破了时空的相还想去哪去哪，还去不了个月球太阳，还要他带着你去呢。你要没破相，他要带着你会烧坏的哦，你会被火焚烧，知道吧？因为在你心中执着，它就是亮的，它就是热的，它就是有火的，就是转转角度，就是哪怕你修正那一块就转了。我今天看一个什么，好像微信哪，今天翻突然翻到一个，好像有时候有人自杀直播自杀，是哪天的我不知道，是他在自杀，在网络上直播自杀的那个状态过程。我就想这人为什么要，他都不想活了，都死要死了，他直播这个全过程是什么？但是你就看他，就是他那个自杀的过程，好像就是他要放下全世界，放下全人类了，就是我不要这个世界了，我要走了，我夜里这个世界，好像他要放下所有，但是他却不希望全人类忘掉他，他不希望别人，他要他这个。他要放下这一切，但是呢他希望全人类都记住他。你知道这很多修行人，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很多修行人有这个状态，你好像什么也无所谓，放下一切了，但是你却不希望你在别人的心中没有位置，你希望全世界人都爱你，都记住你。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比如失恋啊，情感啊，就是很多有些人现在走的就很多在家，他想放下，他觉得他啥无所谓，可以放下，是吧，都无所谓，但是呢他希望别人记住他。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够把一切观梦幻泡影，他去察觉到自己这一点，他坐在这儿就像佛说的哦，观我在别人心中的位置，或者别人在我心中都是如梦幻泡影的，如果去如露亦如，他这样子一想都是虚妄的，真的能够静下来去放下这些，就放下的话，就放下这些执念的话，就马上就修行那个气。其实你在转破相的时候，如果有一点点执着的角度破了，那个能量自己就回来了。就是在外面做事的时候，我们达不到，因为你还要跟人情世故啊，因为这个世界就这样。那最起码坐在坐垫上的时候，真的改变自己的认知角度，你的认知要扭转过来，就是做事的时候。对人对事的时候，你的认知角度，你的对人视角要扭到佛的见地上。一往过扭，你的空性就快显露出来，根本就不需要咋转咋修，要坐八个小时九个小时，真的是扭不过来。其实到最后不是扭不过来，是你发现你根本就不想扭，或者是还没到扭的时候。就是头脑里面全是佛的执念，但做事的时候，还有做人做事的时候，全是自我的，全是自我的角度，这个就是分裂，就是这个分裂很痛苦的，你知道，经常会掉在这个又不能做人又成不了佛的中间，能压迫，就会觉得很难受，很辛苦。